为啥我的电脑突然响？等一下，我去关一下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突然之间响。好离谱啊！我这在床，我电脑在床上，可是我在这块坐着呢。我开直播的一瞬间，我电脑响了，它居然在自动播放。什么毛病？它自动播放我看的电视剧。为啥？我不一直戴都遮着眼睛吗？给你们看我这个刘海。这是几月？是几哪号哪天剪的？我忘不记得了，大概是6号剪，到现在才长这么长，证明什么？证明我当时剪的时候，它剪的有多惨。从它现在这个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已经过了快10天了，还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擦擦我的眼睛，擦擦，哎呀，我要说擦擦我的镜头来着，我感觉镜头有点模糊。来不了握手会和公演，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我们江浙沪啊，我们这个江浙沪现在这个。难兄难弟，已经自动把自己归为这个江浙沪领域的人了。24号的票，那到24号讲，现在全距24号还有几天呢？唉，学校这种地方就是每天都在封，很正常。金曲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进去怎么办呢？听我这个啊嗓子，嗯，刚才听他们说，他们都认真填了口袋的那个问卷，结果。他们都获得了鸡腿，但我没有获得。难道是我填的不够认真吗？还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分出来那几个口红的颜色？刚才我兴冲冲的点进了我的这个支收记录，那我看不出来区别，这怪我啦。他给了我。5、6支口红都是一样，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颜色呀。很难过，并且我还在底下这个非常认真在底下试了个色，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些这个看不出来口红色号的人都没有获得鸡腿。嗯，很难过啊。我还是贡献了我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谢谢你的圣诞树，想听什么？
我还是贡献出了我一个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呢。他问我喜欢什么味道的口红，我选了奶香味的。哎，我这个嗓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这是他的选项里的，选项里的。口红当然有味道了，有的口红比较那个什么，有的口红比较那个。可是他在里面都已经有选项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这个？他既然都已经有这个选项了，就证明这个选项是可选的呀。口红怎么吃啊？口红还能吃的吗？谁没事吃口红玩？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平常用的口红是什么味道的。这个味道很耳熟，但是我想不起来它是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来着？我再想想。要不然你们闻一闻，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我怎么会知道同事的这个口红的味道？我不吃人家口红。它是化妆品的味道，然后是。然后再让我闻一下，闻不出来。等我下一次要是吃到这个味道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记得它是什么味道。我当然没有亲过，我像是做这种变态的事情了吗？不要把这种事情说得很稀松平常的一样。我知道了，是因为闻不出来口红的味道，所以说他就没有给我鸡腿。我了解了。那我太可怕了！我每天去啃别人的鸡腿，不对，呸！想到什么说什么。我每天去啃别人的口红，怎么办？证明了我这个刚才说了半天，我脑子里面想都是为什么他们写测评有鸡腿，我没有鸡腿。你卡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今天我讲话只能这个样子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话还有点颤音，还很沙哑，怎么会这样？明天我找 MC 也是这样讲话，我的确唱歌了，这什么东西啊？我的确唱歌了，但是唱歌也不至于把嗓子唱成这样吧？我唱了什么歌啊？青藏高原吗？不太现实，是吧？我录了好多歌，跟你们说，我声带要跳好多首歌，然后对。对，好多首歌，然后圣诞还有很多可能你们喜欢的歌，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喜欢大哥，我们又没有舞蹈老师，但是我们也是有大哥的。虽然没舞蹈老师，也是有大哥的。到时候大哥我们自己选，说不准啊。不要提这个 spy 让我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官博，抖音的那个官博，他说："哎，我突然发现你跟这个菌菇，你们俩很适合一首歌。"我说："什么歌啊？"他说："你们俩很适合 spy。"我说："是那首歌吗？"爱情的子弹。我说："是那首歌吗？"他说："啊，对啊。"我说："沉默了。"对，他每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很奇怪。金曲，反正去年金曲我们就是自己学的，自己扒的。是我们关的，我不知道每天都在干嘛。可能每天都在那个洛夫特里面畅游。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后面会搞成什么怪东西。可能到时候我们拍那个新年单的那个花絮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明明很稀松平常的对话，被官博硬凑到了一起。那可能是我这个嗓音听起来很累吧。我感觉听我这个声音，感觉好像我的确很累，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难道我已经变了，到了变声期了？没有想到我的变声期来得格外的快。昨天还不这样，今天就这样。怎么会这样？欢迎你们喜欢女低音啊！我喝水了，我今天喝了很多水，我今天喝了2杯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啊，我就今天说话，我刚才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讲话很奇怪，但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讲话就成这样了。以后解释不清了，以后没有办法解释了，以后这个别人要思考了，说你之前好像不是这种声音啊，我说不好意思，阿华田我没有喝过阿华田。这什么梗？难道有一个我没有听过的网络梗？我现在就开始搜一下啊，华天是什么梗？我没有看过。有啊，等过两天的，这两天让自己冷静一下。像今天老刘看到我说你的这个黑眼圈好重啊，我说你才知道。他说那天看公演。看弹幕，有个人说："哎，刚才录过去的那个成员黑眼圈好重。"然后他把那个视频倒回来，发现果不其然就是我。我想不到吧？我说，并且我从来不熬夜。他说："那你以后天天熬夜吧。"他说："说不定以毒攻毒。"我之前不熬夜，我也黑眼圈很重。我每天7点睡的时候，黑眼圈也很重，因为我的皮肤太薄了。老刘研究了一下，他说因为我的皮肤太薄了，就像，你们看不到口袋那个我把磨皮打开了，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这个不化妆的时候，我脸全是红血丝。
黑眼圈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底下都是血管，就我的血管全都露出来，就能看得很明显，密密麻麻这底下全是血管。晚上好，阿胶是调理黑眼圈的吗？我看宫里的小主们也没有黑眼圈，现在也有涂遮瑕，因为我把口袋的美颜打开了，没有用吧？我之前喝了很多，我之前还吃过那个什么人参归脾丸，也没有什么用。就可能我术后，我就是黑眼圈怎么都扯到术后上去了。太奇怪了吧也。我涂完眼霜之后感觉黑眼圈更重，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眼霜的问题，大概是我的问题吧。那没有，告诉你，没有消除黑眼圈的好办法。如果有的话，如果有一天我的黑眼圈消失了，就没有找到这个好办法了。等我以后这个脸皮厚一点就好了。等我这个以后有这个修炼一下，脸皮变得特别厚。你觉得我疲劳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吧？不然的话，我现在不说话，你看我疲劳吗？肯定不疲劳。是吧？这哪来这么多神奇的东西啊？太奇怪了。化妆应该可以看不见吧？我不确定能不能看见。如果能看见的话，啊，肯定能看见。那个公眼霜，不要说他是不是没睡觉了，是天天就有黑眼圈。今天没有，说明今天遮得好；今天有，说明今天没遮好。不然呢？我都用，我用高光膏、遮瑕膏、遮瑕液啊，什么都用，反正这边没有用。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至少大家在人群中一下就能找到我。黑眼圈最重的那个就是我。当然了，黑眼就化妆半小时，黑眼圈15分钟。啊，这样也找不到我，懂了，我长大众脸。晓得了，晓得了。精气神不好，我肾虚。麻烦，我觉得麻烦。什么叫截断眼妆？就是这么难的东西，不要让我，不要跟我讲，我不会。是这样的，我每天喝茶、喝梨汤、喝水。反正每天就是这些东西，等以后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看见我每天喝那个阿胶和燕窝。真的吗？我跟你说，我之前去海口的时候，你别看我当时瘦的，我连双下巴都没有了，黑眼圈也掉到下巴上了。运动量够，贼够贼够的。
现在不瘦啊，现在比之前胖。那这哎是，可不是吗？胖胖能打倒，能吹倒好几个你们。现在不行，这我哪知道？瘦子有腹肌很正常，因为他瘦，就是他瘦他就勒着一块块的，但是吧，不代表啊，对啊，不代表，那时候我还可以秀我的二头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之前我本来就没有。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称体重？我每天都不称体重。我记得我去长沙，我去长沙前我90斤，去了长沙之后就不知道多少斤了，喝了那么多杯茶颜悦色，够呛。又有人脏我，我怎么可能？我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这么细的手腕儿，我能拽得倒谁呀？我太弱了。娇弱美女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你看。我的手腕就这么，只有这么粗，然后我的这个胳膊也只有这么粗，上下一样粗，肌肉完全没有肌肉，你看，哎呀，那我力气大。跟我娇弱不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就没有见过娇弱的能扛一斤水的人吗？能扛10斤水的人吗？那怎么了？那怎么了？这不重要。我能掰过，我除了我基本上都谁都掰不过吧，我没有跟别人掰手腕过。但是好像也掰不过。这，对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可不敢掰张润，我怕一把他掰给他掰折了。你看错了，没有我。我都不会翻那个。这不太好吧？不要讲怪话，现在是口袋司法，不是法外之地啊。我跟你们讲，我最近又搞了个好东西。我终于就是以后吧，我就买了一个好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每天我感觉我直播也不用化妆了。等我找一下啊。
找到了，我跟你们说，我找到了。我找不到，我刚才没找到，我现在找到了。我给你们看，特意还有两个表情。我先把我眼镜摘下来。啊，好大的眼睛！我的头发弄掉。跟你们说，我特意，就是可以这个啊，切换。哎，就我这个狗啃一样的刘海，11天之后才长成这个样子。你确定想学吗？给你们看，这是我开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它来播。等一下，我的脑袋在哪？哎，我头有这么大吗？给它撑坏了。怎么样？我现在是不是看着开心多了？就是我没有头发了。嗯，没事，我可以戴一个帽子。等我一下。哎呀，我看起来好开心啊，哈哈，感觉笑起来好像都变成一个反派，哈哈。哎呀，还可以可爱一点，太可爱了吧，哈哈。算了，好变态啊。并且这样会显得我脖子很长，以后也不需要洗头了，除了我看不见你们在发啥。一切都很好。哇塞，什么都看不见。我猜你们现在肯定在夸赞我的这个聪明与果敢。哈哈！哇塞，笑得好开心啊！我只能看见我笑得很开心，其他我都看不见。唉，这样也没有黑眼圈的困扰了。我还换了一个别的表情的，这个叫什么替换装。给你们看，还有别的表情的替换装，我就不带给你们看了，撑开给你们看一眼吧，因为这样就能表达我现在开心的表情。好东西，看替换装。当我震惊时，我就带着这个表情。很适合啊，马萨卡。
但我今天没有很震惊，没有什么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这个表情。哎，我什么都看不见，好寂寞呀。有没有什么盲人模式能让我看听一听你们在发什么？果然快乐也是有代价的。我的代价就是我虽然快乐，但我看不见了。完全看不清哎。要不要读给我听听？还可以戴帽子。哎呀，我怎么有头发了？哇塞，一看就是迷人的反派角色。什么东西飘过去了？是人吗？不会是成员吧？不会是我认识的人吧？那就好。什么都看不见，怎么有这么东西飘？这么多东西飘过去，感觉像有个妖精一样的东西就飘过去了。不行，我喘不上气了，我要给它拆下来。啊，这我头太大了。我的鼻子好痛啊！天哪，这个鼻子都挤红了。这怎么是小孩子戴的？他怎么这么小？我头围明明只有54。怎么可能？我这么小的头我都戴不进去。那我们队的人肯定都戴不进去。
刚才应该没有成员点进来吧。啊，这他们平常也都不看我的直播的呀。哦，好痛。希望啊，有点醉氧了，一下子吸到了这么多氧气。谢谢瑞博。一下子吸到了这么多的氧气，让我有些迷糊。好，戴上我的假眼镜。我没有撕票，我撕谁的票了？我撕我自己吗？当然了，我只戴镜框，我的镜片千层厚，是吧？我跟你们说，我自己的镜片超级无敌巨厚，你们都想不到有多厚。就是我戴上的话，眼睛就这么大。什么都想看，好奇心那么旺盛干什么？我650度哎，我就要去找一下，我不记得我的眼睛在哪。眼镜这种东西不都是随便乱扔的吗？等我找一下。什么东西啊？刚才发生什么了？那我戴隐形啊，我擦擦我的镜片，不好意思，有点脏，越擦越脏。我自己的眼镜，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眼镜吗？怎么可能？我肯定戴过自己的眼镜出现。我下了。是吧？我肯定戴过我自己的眼镜啊。没有，就是正常的眼镜。看到没有？这就叫近视眼，因为我看不清啊。我自己戴了隐形，我再戴我的眼镜，当然看不清啊。
所以说，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把眼镜一摘，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并且我的朋友会非常亲切的跟我说："天哪，你好像个鬼呀！"我说："谢谢你夸我。"啊，难怪找不到对象。我觉得互相之间，大家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的友好，十分的亲切。哎呦，我的嗓子好痛。但是因为我的眼睛本身就够大，其次就是因为我戴了隐形，不然我一般戴上眼镜框的话，眼睛很小的。还是有点缺氧，声音更哑了。知道平常声音为什么会哑了吧？因为我缺氧。谁吓唬了？我没有吓唬，我不是这个友情告诉你们了吗？这也叫吓唬吗？没有吧。咱不是说你快看，我有个好东西啊，我有个宝贝想给你看一看。你自己被吓到了，这都能怪我。我卡上了吗？我太卡了。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皇冠。你想听什么呀？你想听什么歌吗？可以放给你听听。我会唱的话，我就唱给你听听；如果我不会唱的话，我就放五遍让你听腻。有个宝贝啊，这是你的宝贝啊！行，我看到了，真好。啊，好任性啊！放给你，我跟你说，让你逮着了，现在就给你放宝贝。你不说看宝贝吗？一直给你放，放五遍。这个宝贝这首歌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周华健和他的那个孩子就是卖奶粉的那个广告音乐呀？不是吗？不是那个吗？啊，也不是一首歌啊。我一直以为他那个就是这么唱。什么？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啊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还有什么那个歌怎么唱？我要带你飞过天边，寻找那一什么玩意儿的太阳，寻找那一的月亮。不是一首歌啊。哦，原来如此啊！我之前还想，我说怎么周华健他走柔情派了？我以为这是一首歌，我以为是这之后大家就是翻唱了一个柔情版本。哦，原来如此，我懂了。两个歌很像吗？
穿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知道到你最美。哎，我的嗓子。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点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等等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嗯嗯嗯嗯，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候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这小孩如果这睡前听这歌的话能睡着吗？他刚想睡觉睡着，他就听到他妈妈唱，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不太合适吧。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暴露了，其实我不太会唱这首歌。刚才那个宝贝听完之后想睡觉了没？突然之间，快睡着了。嗯，好。太奇怪了，大家。谢谢，谢谢你的圣诞树。你想听什么？你说再播放一遍，我想睡觉。有这回事吗？啊，你这个听上去感觉也很想睡觉。怎么回事啊？大家这个上来先催眠了，一会儿大家真的都睡着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里直播。怎么？他前面我还以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像宝贝一样非常轻松的一首歌，结果他上来就欲拥抱间的地板布满，震惊了，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头发也挺听话，发现今天他们看着我的脑袋，还问我是不是接头发了。我说为什么是我接头发？他们说我的头发看起来像假发。我说谢谢，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大概是夸我头发多吧。
但听起来不太像夸人的语气，不好意思。我不说的话，我明天就跳落日泥嘛。如果我说的话，就是跳我说的那个。我猜可能是跟苏珊什么的。问住我了。是啊，每次 MC 最后一排只有我一个人，很难过。下一次我就把大家全都薅上来，有机会的吧，有机会的话我就划过去了，有机会的。这很正常啦，我经常都是最后一个神龙的，我也这么久了，我只神龙过十只卷，好吧，其他的我都没有神龙。我不喜欢吧，也不是不喜欢吧，我就是 Let me tell 也挺痛的。加上我现在这个嗓子挺难受的。谢谢这位朋友，是来说你听什么，我跳过红叶了呀，哇塞，我跳过红叶了，嗯，假粉丝儿。不过我的确，我对这首歌的感觉的确是蛮一般的。等我再减减肥，等我再减去十斤，我再去跳 Rose， 那个衣服吧会暴露，会把我藏的肉都暴露出来。谢谢，谢谢圣诞树，你想听啥？我只是能藏肉罢了。到时候你就发现一个气球人在跳舞，我就是那个穿了衣服的气球人。你们看过气球人吗？就那个气球人，就是。你们都没有看过气球人，天哪，太难过了。大家就是大家这个扎我一下，拿针扎我一下，我顺着天上飞走了。跨年公演我应该在吧？跨年公演能有不在的道理吗？跨年的公演可能应该是四队联合吧，我看了一眼，他只说。对，应该是全团吧，哪年都是全团呀，是吧？每一年都是全团，应该是啊，应该在的。我这个有没有 unit 这个两说呢？
怎么可能 ？Unit 没有那么多的。我记得我刚来那一年，啊，不是我刚来那一年，我记得就是有一年，反正我就没有 Unit。人家我们这个节目有时长限制的，好吧？不过可能应该会有的吧，可能会有那种好几个人的那种，不可能是肯定是好几个人的那种。刚才送礼物的人，你们也不说你们想听啥，这首歌都要唱完了。给你们10秒钟，再不说想听什么，我就开始给你们放我自己想让你听的，摁着你的脖子就让你听。谢谢这位朋友夜点，你想听什么？给人家打个样。哦，是啊，知道了。看一看我的日推，我的日推有什么呢？我的日推是什么都什么歌呀？是不是因为最近总是这个听公演的歌，所以说他给我推的是公演曲啊？他不要听公演曲，听这个吧。这首歌叫《寄语》。那个感觉，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也就是一下子回到了这个车载音乐的年代。寄语，寄呢就是寄给寄件的寄，语呢就是给予的语。对，的确这两个字不太好找哈。我头一次见这两个字会这么组合。虽然现在已经改成了给予，但是我跟别人说我还是念给予，给予就是给予，不管就是给予。这么觉得。谢谢这位朋友的圣诞卡，你想听什么啊？可是我都没有换过封面啊。为啥我搜不到你说的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读啊？我只会把它读成像我们老师教数学一样 sin b， 感觉要马上要求一个角的度数了。
哎，真的我没有搜到这个人唱的版本，你在哪个软件里面听到的？不好意思啊，我找一下原声。刚才点进去的是一个人的翻唱。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圣诞树。那你是什么？啊，这不是那首歌吗？抖音被这个被这首歌入侵了一周，我知道里面的那个秋天长得很漂亮，他应该没有对家吧？这样，鸡是吧？主要是他那个动作很洗脑，就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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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作很洗脑，每天就看他们咬了一周的手。每天在咬。我怎么看韩团，不好意思啊。而且听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年纪很小的，零七年什么概念？零七年跟我弟弟一样大。我弟弟在干嘛？我弟弟还在那里跳那个什么呢？我弟弟还在跳社会摇呢，多可怕！我表弟啊，零七年怎么能上高一呢？我弟弟都上高一了。我上一次看到他还上小学呢呀。他这首歌只记得那个鬼非常鬼的扭胯 1,2,3,4,7 没有别的。我怎么可能会记得表弟啊，我怎么会在意表弟多大？好，打完歌了。还有人别人听什么，还有当天还送礼物的朋友还在听什么？对啊，我感觉好像虽然我好像上学上的比较早，但是14岁上高一吗？我算一算，我15岁进的团，15岁的时候我高二，哦，好像是哈。啊，这个但我上学早啊，我厉害，我天赋异禀。谢谢你的圣诞卡。你想听什么？你说再给他们打一遍歌，不至于吧。
捅了韩团，捅了这个韩语窝了。他年纪都这么小啊。难怪我的翻牌现在是什么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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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大家真的都很小。啊，不要这么叫我，好恶心啊。嗯，大家没想到大家年纪都这么小。想一想，十年前都是2011年了，多可怕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不能细数这个年纪的，是吧？那可能不知道，我可能脸歪吧。啊，太恶心了！谢谢谢谢谢谢。怎么会这样呢？想想好可怕。我之前还觉得自己年纪很小呢。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这个啊，用我的这个资历啊去压别人。我说虽然我现在这个年纪，但是我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我记得，对，我记得我同学们大家都毕业，准备找工作了。然后我想了想，明白他们在干嘛。谢谢他们圣诞树。什么？我这叫什么？梦想、汗水、坚持？什么叫社畜啊？好过分啊！我同学大概不想进团吧。我同学问我说：“你们这个公司这个，你等着啊，你先再等两年，等我们赚了钱，成为你们公司的股东就捧你。”我说：“谢谢。”太可怕了，老师，谢谢啊。讲课录课，我怎么可能讲课录过课？我给谁讲课？我给后辈讲课。我说来，大家跟我一起学舞蹈啊，学公演啊，没必要吧？大家之间的关系都很复杂，了不起，就喜欢看你们这种复杂的东西，多整点。现在编，来得及了，你快编一个故事，我听一听。
谢谢你的圣诞树。你想听什么？特效不错啊，给我看特效。我现在立马想说，一会儿就开始给你放。我这个人最过分了，这首歌叫圈住你。我最过分了，我这个人，我一会儿就开始给你放我喜欢听的歌。我作为一个老二次元，我作为一个老拉拉人，我跟你说，我一会儿开始给你放我最喜欢的歌。谁吓唬你啊？我说的是实话，不相信我二次元。逆口逆口逆，老啦哦，收跳跳跳跳跳，好了秀，你看我的随口就来的。我卡上了吗？我这边特效好快，我看不见了。谢谢谢谢你的皇冠。怎么了？你也是一个老拉拉人？一会儿开始给你放五首我最喜欢的歌。我还会啊，逆境的夜晚，还有什么？野鹿大哟，我都会。啊，好的好的。哦，原来你不喜欢听啊。我以为这首歌叫歌声，歌这个作者叫范艾伦。结果啊，防不胜防。这首歌的名字叫范艾伦的歌声，歌手叫汤姆士。防不胜防，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喜欢这样的歌，那我们这个 Muse 也是个乐队呀，我们是个少女偶像乐队，虽然里面没有人负责唱歌，我没有人负责搞乐器。差不多嘛，你看我们的音乐里面也有很多音乐的啊。谢谢，今天圣诞树，你听什么？我这种喜欢二次元的，我只喜欢听二次元音乐，我只喜欢听一群小姑娘唱歌，只喜欢听纸片人唱歌。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不行。大家本质爱好差不多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圣诞树。我这个我还喜欢二代子，我是 Muse 的公司对手，虽然他们已经出到四代团了，好像是听说好像已经出到四代团了，但是我不管，我还是初代团的粉丝，并且看不起后面四代。虽然解散已经
解散已经5年，但是我这种人就是念旧。你要听这首歌吗？知道了，等一下。太好了，原来跟我一样都是二类的粉丝，赶紧过来听我们二次元歌曲，听我们二次元歌曲。不要喜欢三次元，喜欢纸片人。纸片人的正面是纸片人，背面是纸片，多好。对呀，我们都是三次元，但是我们喜欢纸片人。对，也未必吧。谢谢。干嘛要说可爱？一次元好像是就是文字吧，好像是。啊，对，一次元是方程，好有道理啊。那我不知道，我犯的纸片都没有塌过房。啊，今天雪中悍刀行播哎，但是我估计我的直播间里面应该不会存在于雪中悍刀行和 Love Live 都看的人，还喜欢我，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少见了。真有啊，哦，阿正。快去看孟子义他演了红薯，很漂亮，他就应该穿红衣服，他就应该把红衣服穿到身上，纹身上。你看这么多年还记得怎么唱。当然了，我们二赖子那么火，我们二赖子为什么不做企划？那当然了，主要是他那个这个原著小说那个作者他写的本身他就很不错，但是呢，没有但是。除了这个作者喜欢太监以外，就其他都很好。雪中写的太刻意了，不管，给你插出去。你这个人，这个说话就很像你去一个饭馆跟他说，我觉得你做的饭不好吃。是，你这个做法就像是点进炸鱼的直播间，说炸鱼人长真丑是一样的。
嗯，对，我上公演，姐姐上公演，但姐姐不说，姐姐希望你自己去看。好无语啊，你们到底喜欢什么？喜欢姐姐骂你怼 M。 那你们一定喜欢姐姐说把这样奶油。你个白眼送上天了。什么怪东西啊，真的是太奇怪了。就不要让这个别人觉得说这个我们这个团的粉丝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啊，把衣服都穿上，给品如留件衣服好吗？好，开始放我自己喜欢听的歌。放这首歌吧，这首歌有种喝多了的感觉。真的吗？我不信。这首歌我不会读，他读彷徨什么玩意儿，醉的温度。我只会读汉字，并用汉语读书。很差，我动漫水平，动漫水平。So this name， 得没 ，Lucy， 怎么样？是不是动漫水平？いただきます。哦，还有，你看都是动漫水平，没了。动漫里面还有别的吗？すごいね。啊，这都是动漫水平。动漫里面还说别的话吗？哦，对，チクショ。没有别的了，他动漫里面基本就结束，就是给囊括了这些、啊。好的，这首歌叫，如果你说这个罗马音译的话，他就读彷徨易醉易温度，没有别的，其他就不会读了，我把我所有认识的都读出来了。彷徨就是那个呐喊，彷徨故事心变的彷徨，醉就是你们平常喝多了的那个样子，温度呢就是温度。啊啊啊！谢谢，现在是能听什么？你说你也是二次元，你说我要听那个《Do It Again》那首歌。OK， 对啊，在干嘛？在打歌。
网易云未必会有吧，我搜一下。那我不会说韩语，我会学韩语他们说话的样子。哦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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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了。但是他们说话就会，一定要露出一点点牙，一定要这么说话。我不行了，我要一说的话我就五官乱飞了，主要是我这个人五官本来就不怎么在脸上。嗯，快睡觉吧小朋友。对啊，天空是在韩国拍的，天空现在韩是在韩国拍的。之前不跟你们说过吗，这个遇到了这个中国人说我长得好漂亮啊，快看那个人长得好高腿好长啊，但实际上发现我也是个中国人的事情。这是当时有钱的问题吗？这是现在你出不了，这是你现在不能出国的问题吧。是啊，28天等着你。对，那个时候我更瘦，那个时候我大概80多斤吧。我就记得韩国的机场跟沈阳桃仙长得一模一样，韩国那个机场真的跟沈阳桃仙长得一模一样。我一下飞机说，桃仙机场，这字我都不认识呀。减肥很痛苦，减肥就是痛苦的，哪有个人快乐减肥的？开上，真的，韩国那个机场叫什么？韩国那个韩国首尔那个机场叫什么？仁川机场。那个机场长得跟桃仙机场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你们可以百度去搜一下那个图片，跟桃仙机场长得一模一样。反正差不多。谢谢，你想听什么？我发现今天我问了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回答我，然后很难过。没事，不理我，我就自己放。
秋晴点的歌。嗯，给我干愣了啊！给我干愣了。没有想到大家平常喜欢听这种风格的音乐，让我这个非常的这个。我表弟肯定很喜欢听。对，这个很适合要麦这样子。我是 MC 谁的样子，很像。他这个是适配度。境内是通天修为，天朝地陷紫星锤，紫地是熊熊火焰啊，很像。谢谢你的圣诞，顺便听什么呀？你受不了了，正好他这个音乐结束了，你说你现在听什么？嗯，你这种地方都去过呀？大家去过的地方都非常长，都非常 interesting 啊。这你们是他们上去就一起跳是吗？我懂了，安懂，这你都知道，你们都好懂啊，看来没少去。我要讲一下，我之前我有一个这个老师，我有之前我的台词老师，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之前的台词老师他是一个1.8米，反正很高的一个男的，他是个大平头，懂吗？大平头，然后眼睛也小小的，反正长得就是他长得很硬汉，反正就是一个就是看他就是硬汉两个字，硬汉写脸上的两个字儿，他不是啊，他就是硬汉嘛。然后他还喜欢养大狼狗，他家之前那两个大狼狗吵架，把他给咬了，把他咬了活口咬了个对穿，就是我那个老师。他之前有一次吧，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上学嘛，然后也是大平头，然后他之前还炫耀别人，还跟别人炫耀说，我腿老长了，我都只能买欧码，这亚洲人的这个裤腿儿。没有我腿长，我只能买欧码。那欧洲人腿长，我只能把我的腿塞进去。我每次都说啊，行吧，行吧，就是那个欧洲人的欧。然后吧，他就讲，他有，我看一下，是哪个音乐的呀？有，我也放了。我跟你们说，然后吧，他有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同班同学跟他朋友一起去，
年轻人嘛，他说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小酌两口。他跟他朋友带他进去的时候吧，他在思考说这个蛮有意思的，都是男的，他进去那儿酌呢，他突然之间有一双手摸到了他的屁股上，他震惊了，跑了出去。我说，哦。他后来反应过来不对味儿了，他说，难怪啊，吓跑了。对啊，对他来说是个可怕的故事，那讲出来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觉得可怕，我们所有人都这个表情。那可能他就不能给我们上课了吧。他不觉得有意思，他可能不觉得有意思吧。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谨慎一点，不要没事跟你朋友去别的地方玩。他说不要随便相信你的朋友。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后来跟这个朋友就有没有绝交，可能没有绝交，就可能不知道。我就是看，我的确在看热闹啊，我的确在看热闹啊，我这还不明显，我的确在看热闹。主要是我那个老师他真大平头，你知道吗？硬汉，就是大平头，长这样，眼睛也小小，单眼皮。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他的长相了，我就记得他是个大平头，单眼皮，然后好多条狗，狗吵架把他手咬的对穿，然后跟他的兄弟去小酌的时候被人摸屁股，我只记得这些。你让我再说说我这个导师的其他特征，我就不记得了。你问我多少次？十年之后，等我已经80岁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说不出来话了。你问我说，就那个你年轻时候说的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长啥样来着？我也会说，大平头，硬汉，单眼皮，养了一群狗，咬了个对穿。我只记得这些，对，我不记得别的了。还会记得。他说他跟朋友去小酌，被摸了屁股，又都不记得别的了。是，我对别人的印象就从这上面记起来的。所以说，如果对一个人印象不深，他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故事让我记住。他要是有这样的故事让我记住，我不记住他了吗？哎，是挺像的哈。给我的感觉，我感觉我这个老师可能比较像林保怡。嗯。好像是。老师教我，老师不记得。对啊，超帅，型男。其他的称实在不记得。是吗？不知道。的确，这个对他打招呼的方式也非常的大胆。了不起啊！想起这个故事，我每次都是很开心，不知道为啥。反正我挺开心，我老师开不开心不知道。那我哪知道，我也没去过。你问我问谁？那老师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嗯，是啊，那老师都多大岁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早脱敏了好吗？那个老师怎么也得三四十岁了吧？是吧？放点我乐意听的歌。谢谢，谢谢你的圣诞卡。你想听什么？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他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想好，大概保守不到11:30吧。对，说不准他80岁的时候，他也是硬汉吧。他可能跟他的孙子、重孙子还在讲这个故事，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嗯，好。他这个遗憾，为什么还写了一个遗憾版？还有个不遗憾版的吗？还是写个 emo 版？emo 吗？我看看歌词，很 emo 吗？我现在开始给你解读啊。那你们还是 emo 吧。你们这个 emo 点的很奇怪啊。你们可以开始想自己心里想的那个人了，让我听听你们都在想什么。那肯定没有了吧？我说那现在没有遇到冬天了就没有了吧？我知道是你们那个国家没有秋天。So this name。看我直播还能想这么多东西啊，太奇怪了，想太多了啊。我想一想，什么都想不到。这是什么东西啊？谢谢你的圣诞卡。你想听什么？那我再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再想想，我冰箱里面有盒榴莲，
最近上火不能吃。哎呀，好遗憾呀。那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啊，谢谢。你想听什么？你后面想听什么？你说再来一遍遗憾，让大家一起遗憾一下。干嘛？今天一定要搞成 emo 吗？哦，好，先来闹下海啊！闹海这歌一听，他就很嗨，哎，先嗨起来再 emo。好啊，我怎么一点感情波动都没有呢？给你们看，我还会变麻花辫。哇塞，我这麻花辫变得太好了。后面还有一撮，后面先放着。哇塞，被自己这个编辫子的手法震惊到了，好厉害。对哦，后面还有一撮呢。对啊，怎么还会有这个？还有一句话，我不吃黑芝麻，我不喜欢吃那玩意儿。我明天没打算做大波浪。我抽你的筋，看你还敢害人不？哇，我的嗓子好哑，都卡住了。果然今天嗓子哑。开什么玩笑？
来，一模。可以开始哭了。直接哭吧。上天哪，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笑死。张希之前还说这首歌是我的专属 BG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说这首歌太适合你了，这首歌简直是为你而生的。赶紧，他说他就凌晨两点的上海街头，旁边都是那梧桐树啊，你们知道那边都是梧桐树。他车哈，那个车窗降下一半，我在那块儿正在那块瘫着准备睡觉，他就跟我说，快，这就是你的音乐。他是在我耳边唱，在唱，上天啊，难道你会不会开始唱？唱了好久，他唱了半首歌。他说：“为什么这里面的他都是女字旁的他啊？”我说：“你别问。”上天哪，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我没有故事，我有什么故事？开玩笑。他难道暗示我吗？我卡上了吗？谢谢你的黄瓜。你不会是想让我唱这首歌吧？等我放完了吧。我其实不太会唱这首歌。虽然他说这首歌很适合我，但是我不会唱。那我还不如给你唱呢，你听五遍，大家哭疯了。上天啊，等一下，你千万不要偷偷阿拉斯加海湾。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一直混合版。声音放大点，暴露我这个掩盖一下我不太会唱的事情。就是我们那嘎有条河，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牡丹江吧。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又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
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我真的不会唱，他从头到尾不就他就我只会唱前面这一句，前面这两句，四句。嗯，真的，我怎么可能经常听啊？我根本没有怎么听过。上天啊，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上天啊，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后再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妈呀，我刚才不小心看眼弹幕，我差点笑出来了。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兄弟们，我真的没有办法保护你们了，只能听五遍了啊。对不住了兄弟们。希望大家在这段音乐里面不会想起来很多事情。对啊，我笑得有这么隐晦吗？我以为是明着笑的。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我当时看到有个人说想起自己800个前任，我突然间笑出了声，笑的我这个声音都抖了。海王啊，这不值得笑吗？
太好笑了。我会唱，你想听 emo 的是吧？我真像是真，真像世家，我都会唱。你想听他？我是不是笑太放肆了？反正 emo 的也不是我，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直播间。那我不看弹幕，只要这个弹幕里面不出现800个前任，我应该不会笑场。我懂了，你们就是那种，你给他，比如说他们加了你的好友，然后呢，他们跟你说，哎，你好，你会给他回你好，但是呢，他如果给你发，我听说你最近分享了阿拉斯加海湾，然后你会给他发一个语音方阵，说你别说了，我打电话跟你说。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露嘴告诉。能接电话吗？方便接电话了是吧？这是第一遍，还有四遍呢，你们马上脱敏。没事，下辈子还有真相是真，真相是假，天真游戏，意难平。还有什么？看看。谢谢你的笔啊，握住了。谢谢。你想听什么？我知道你真相是真相是假，都想听是吧？我找一找还有什么歌。好像没有什么了。三遍呢，你想把这三遍听完了之后你再听真相是真真相是假，你还是说你说我不听了，我要直接现在开始 emo， 开始难过，开始哭。现在听知道了，我看一下，我听说好像有一个好像网易云里面好像有首歌没有来着，我的印象。对，王丽云里面没有真相是假，因为他说不可以。放大点，先给你听真的啊。你看那几年青春在寂寞潦草却始终让我沉迷，我身边只他一个，却感觉每天过得疯狂梦醒，
是他陪我流血破壁，陪我失眠，是交换着回忆，也因他才拯救我，换别人就失去结局。没繁华红毯的少年时代里，若不是他，我怎么走过寂寂无名？我只能陪他淋过的雨，只陪他冬季夏季，只能与他拥抱黑暗里真牵过他的手臂，我供他飞过地球万里，也一起按不响就不关心。曾多情的长街寂寂，承诺只有对方的坚贞死寂。那些被快看到的所谓温柔，不好意思，歌词有点烫嘴，我有点看不清。曾无人的从容里有更多浪漫秘密，是你猜测中的假的不幸宿命，可我早把它安排进全部预设里。我真的陪他聊到黎明，真的同他最默契，真的记得他所有怪癖，真的最害怕分离。我也想把爱宣之于口，也时常对未来心怀侥幸。希望能和世界允许坦荡彼此很和心意，再说爱意。关于他我有大有的勇气，都是真的好梦不醒。我真的有过思念成疾，真的爱看他背影，真的为他用盔甲坚硬，真的吻过他侧颈。我们曾在高峰难纵争，将一回爱意说到最尽兴，可我只看向他眼底，借我热话不什么我不关心。我想告诉你，相爱太难，但少年一瞬送信就有点动心。也许关流言碎语，这爱情一直相信。这首歌他怎么不换气呀、啊？真相是真，我的确不太熟练。其实我没怎么听过真相是真。啊，脑海里面又有这么多了，你怎么能闪过去这么多的？怎么我的脑海里面只能闪过去我的榴莲在冰箱里？那你写，现在你就去写。好过分啊。有一个网友里面有个评论说，其实这首歌已经有 MV 了，你闭上眼试试看。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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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换个软件啊！网易云说必须只能有真的，不能有假的。来换个软件，来个假的。哎，QQ 音乐里面也没有假，整个网都没有假是吗？他们说不行。假的不存在，都不许是假的。对，我之前玩云涌，但后来下架了。
等会儿啊，看一下，我想一想怎么看呢？嗯，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主要是我得看歌词，我没有歌词，不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听个假的。音频歌词版 OK。 我给你看那几年青春就像是涂满了励志又彩的花，我们在花中融化，装成墙是如黄的漂亮哑巴。我告诉你不要相信那些表演出来的亲爱呀，少女人傻说谎话，一个眼神骗过天下，回头看最多只欣赏一块吧，在家乡中来着不错的才是傻瓜。你看过的温柔都是假，爱也全都是假，你见证的面貌都是假，猜测的思念是假，我活了好多几百万年，被自由喜欢人们和生他，我没熬夜陪他说话，没吃没吃总想起他，并不舍得。那些相当拼搏的日子，不过找个人支撑自己不倒下，只是擦枪出现吧，换成没人也没差，坚持真有谎言，像亲吻的墙，那最多只欣赏一块吧，随时都得下。我很会为了往事解也有心的点点在我想上吧，成年人学习没童话，好聚好散如此便罢，各自潇洒，黑暗全是假，爱情全是假，这场梦结束快醒吧。少年却是假，你写的故事是假，你珍藏的过去却是假，我并没有爱上他，你爱的少年人太狡猾，把爱情变成欺骗变筹码，而脆弱把你怂恿他，人生是我坚固不化，阴魂一杀。我想告诉你相爱太难，那么的妈妈多日愁伤心的事啊，既然已分开两面，这爱不如忘了他。哇塞，这个歌词好烫，好烫嘴啊，我感觉我的嘴巴刚才在里面仿佛在炒拉面。我的，这有什么可 emo 的？哎，这有什么 emo 了？为什么？你为什么想哭？这有什么好 emo 的？那你的前任不是个东西，说一说为什么 emo。
我开刀开刀你。你没有前任，这有什么好 emo 的？喜事啊！你的眼泪是倒着流的，啊、哦！哇塞，你们这个 emo 的点都差不多。人生中总是来来回回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会陪伴你很久，有的人可能只是扒了你一下。然后那个扒了你一下吧，就嗯，懂吧？就是你扒了你一下，你就会说谁扒了我？回头一看，那人已经离开你了。怎么样？有没有开导到你？大家怎么都这么暴躁？那你那是叫被群殴了啊？想点好事，我想一想啊，关我什么事啊？哎，关我什么事啊？啊，你们三个人很好，三个人稳固牢固，三角形最牢靠了，是吧？哈，你们怎么这想的都什么怪东西啊？三个人，你看，三个人可以打个斗地主，还可以叫个人一起搓个麻将。你们还可以互相给对方搓背，多好啊！那，对啊，你们可以连着搓，你们可以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连着搓比较牢靠，都能搓到。挺好的啊，向往坏了吧？想了想，是不是开心多了？想了想，是不是不觉得自己这个会 emo 了？那你这很熟练啊。我不去澡堂，我上一次去澡堂应该是10岁以前吧，后来就没去过了。我不喜欢去澡堂，我为什么看不了别人？我去搓澡，为什么我要盯着别人看？
我这是什么诡异的爱好吗？我那是变态吧？谁会一边搓澡，谁会一边去澡堂？多奇怪啊！那也太变态了吧！最可怕的是，最可怕的是，你们让那个搓澡堂的大姨搓过澡没？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画面，就你像一个那个猪肉一样放在那个案板上，然后大姨就会跟你说：“来，躺下，来，翻面，来，把手抬起来。”对，主要大姨她不穿衣服。这就是为什么我十岁之后就没有再去过澡堂了。现在大姨穿衣服了。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搓澡的时候大姨不穿衣服。不是，我小时候去的那种澡堂大姨真不穿衣服。所以说，是吧？所以我才说我十岁以后就没去过澡堂。现在这个那个澡堂子里面都大姨都穿衣服了。这主要，怎么说呢？你们知道吗？有一次吧，就是你们看过《甄嬛传》吗？好像大家看过《甄嬛传》的不多。就你们知道吗？有一次吧，我记得那一次本来我们一行是好多人，大家说走吧，去澡堂吧。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吧，大家都去，我说那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不合群？我就去了。结果呢，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去了，最后只有我和亲姐两个人就去那个浴池里了。但那天已经很晚了，大半夜了。你们知道那个澡堂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跟那个皇上跟嬛嬛，就是去那个什么什么清河那个什么池里面泡池子一样。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面，就是那个画面，你懂吗？就是那个华清池不是杨贵妃泡的吗？就真的是，就很微妙，那个真的很微妙，因为没想到里面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很微妙，我有什么福气？我的福气在哪里？对，太晚了。那个人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人还问我，前台人问我说：“你们俩确定要进去吗？”就十点多吧，真的要进去吗？哦，行吧。谢谢咸咸的圣诞树。你想听什么？那我们俩去还是去了吗？你别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有人出来的，但是没想到池子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主要它有好几个池子，因为一个人都没有，我和亲姐很尴尬，亲姐就跟我说，要不然先泡这个吧，我说好吧，我们俩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亲姐说，要不然再去泡那个吧，我说好吧，然后我们俩又坐在那里，然后过一会儿说，要不然都走一遍吧，我说好吧。真的很尴尬，我当时真的很尴尬，脚趾已经开始抠地了。
那个点哪有汗蒸啊？等一下，先给这人的歌整出来。吓死了！并排走啊，就是因为并排走，我才说感觉就像那个皇上跟那个嬛嬛马上就去泡澡了一样，一个人都没有，只会有一些这个服务员，然后就说请里面请，然后我们俩就走进去。我跟你们说，所以说吧，后来吧，他们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就是他们说什么看庆姐的这个什么直拍啊，说感觉很不错，这就是成员说，我都没有说过话，对，我都没有说过话。声音太大了，我没点去看过，笑了。你觉得呢？我说是声音太大了。不是，主要是两个人尴尬，就尴尬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但凡人多一点都不是那么尴尬。我在那，我感觉我在里面打坐。咋的，我还在里面念那个什么清心咒是吗？不是，念什么？我哽住了，哽住了。他们就是刘杰啊，还有谁，还有一个女的我忘了是谁，不好意思，忘记是谁了，那个人我只接是个女的。怎么会呢？就是一个人吧，也可能是我们三个一起去的，不记得，反正好多年之前的事儿。是去年。我寻思寻思啊，好像是去年。好，对，去年，不是很多年前。他去找他亲姐去了，好像是，想不起来。那好像是我，就是最近的一次去泡澡，后来再没跟大家去泡过澡。我的去年，你说我成没成年？我去泡澡跟我成没成年有什么关系？上面写了未成年不许去泡澡吗？什么鬼啊！泡澡还要登记身份证，真的吗？
谢谢谢谢舒南叔，想听什么啊？对呀，就是那种汤，就是那种汤，什么大抹户啊那种，还要登记身份证呢。原来你们都是橘子海的粉丝。我们又不过夜，我们怎么会登记身份证？看也没少过夜啊。真的，我们俩就像是那个，就是在水里淋了一下，我们俩就出来了，因为没有人，就只能就这就淋了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没有啥了。记得几点了，主要是我对这种东西的印象都很浅的，就我能记得大半夜，但我不会记得几点。谁会看见？我看看现在几点了。哦，现在是几点？几点几分？好的。这有什么可羡慕的？羡慕。羡慕我去跟倩倩去泡澡，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我怎么可能会记得？我们洗完要关门吧？大某户几点关门？没有，那天搓澡的那个姨下班了，那么晚了，搓澡的姨该下班了。我放完这首歌，我真的瞎了。不这么说，主要大家听这首歌估计就睡着了。对啊，明天还要开会呢。本来我这个人就不怎么熬夜，我熬夜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要这个无中生有啊。这首歌真的好适合结束，感觉已经这个有晚会了，已经开始就是相当于难忘今宵一样，然后已经开始挥手了，是不是？我们明天再。哦，难怪如此，我就说嘛，拜拜，真的想，拜拜。